全是我今天摘的盲盒，可惜一个印藏没有。李碧东大人，走，陪我拿快递去。靓仔靓女，有没有很可爱？主要是他有六块隐藏，再拆不到就过分了。拿着盲盒到家啦，我要拆隐藏，里面竟然是袋装的，第一次见，满满一桌子，肯定有隐藏。哎，里面还有包装，四个小袋子，两个下巴，与暖宝宝，是个花形的小抱枕，像陶瓷的，分量还挺重，突然有口，可以串起来挂墙上。第二的，嘟嘟的，是个绿色的头套。第三的，棒球帽公仔，这么可爱，你不要命了。第四的，毛巾袜，看起来很委屈的样子。还有啥样的？一次摘两包。粉裤衩，顶了套黄色的锅盖吧，太逗了。再来，布偶服，耳朵被夹在了晾衣架上，好可爱。哈哈，豆豆多公仔，这都谁想出来的？第八的，帆布包幼莲，每一个配色我都喜欢。第九的，哎，这咋还有重复的？第十的，不是吧？什么情况？第十一包，和我玩对对碰呢。第十二包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八包、九包，我就不信没有隐藏，全都拆开。不蒸馒头争口气呀，来吧，不是吧？三人小队，给他按顺序摆起来，我倒要看看能重复多少。OK， 继续。卫衣仔，这个我没有。哈，你玩吧，又是一个没见过的。得，重复一个，再来。嘿，这是都要中第一呀、啊！重复，重复不？哎，紫色故事小弟，来，同个地方。太好了，又没重复。十二个基础款，我好像全凑齐了。后面的兄弟，往前赶赶进度呀！三人小队成立，重复。吴宇他娘给吴宇开门。看起来都不敢落后呀，目前已有四组率先完成三人小队，后面你们随意吧。连衣裙，你才两个呀。哎，我拆到隐藏了。啥？不服？还是五款，保佑住隐藏。加油，奥利给！不给力呀。得，出来吧你。哎，我又拆到隐藏了，这一个光面的嘟嘟店。妈呀，看看还有没有隐藏。第一组四人小队出现了，袜子弟、卫衣弟，继续。嘿，第二组也来了。遥遥领先，我们继续领先。我突然发现袋上这俩透气孔直接就可以看见颜色，那只要是彩色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喽。得，还剩十二包，应该全是常规款，留着送给朋友吧。至于这些，穿成链子或者放到透明的罐里应该都会很好看，真不错，盲盒组又添新成员。